坦克七百到工厂接车。小南每天的工作就是卖车、接车，今天下雨天也不例外。这是一台银灰色的坦克七百，原车是自带的电动球头脱钩，所以房车上面也匹配了这个球头的一个脱头。现在师傅来进行前后车的一个拖挂连接，这种基本上都是标准的尺寸50，再把两侧的防脱链给它挂上，给安全再上一把锁。我们标配的是这种360度的越野方口插销式的连接拖头，前车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交给我们。车主选择定制了和前车同色系的颜色，我们标配的是灰色，灰色以外的颜色都可以做，单独加 3.5K 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前后车连接上的一个状态。车主家的东西还挺多的，550瓦的电动移车器，因为前车是坦克700油电混动的，所以车主就没有单独加锂电，前车随时可以外放电。还加了一个四路监控，车主刚刚拿到 C6 驾照，有这个就方便很多。还给车尾后方加了一个雅克马品牌的自行车架，可以放两台自行车。试完刹车后，再由我们工厂的 C6 老师傅现场指导一下倒车技巧。即将开启暑假房车之旅，祝车主用车愉快。